在高速公路顺顺往前开，抬头看到正在施工的五羊高架，直接目击这幅景象。太夸张了吧？这是断掉的意思吗？哦，它差几秒哎。对啊。惊人画面，轿车驾驶惊呼不已。慢动作再看一次，高架桥上绿色支撑高梁从中间整个裂开，成了 V 字形，两侧悬在半空中，看起来非常危险。而在地上有一整条钢条，速公路的重量把国道匝道口路面打了一个大洞。现在也还在查，好，那但是它是有一侧呢就倾斜下来了，那倾斜下来刚好是匝道在匝道的那个上面了啊。原本用来支撑五羊高架桥面的钢梁应该像这样包裹住桥面，然后下面有甲板防护，但是21号上午其中一个工作台钢梁的一侧突然断裂，长5公尺宽17公尺的组合式底板以及部分钢梁总共约3吨多的重量从17公尺的高度落下，而下方就是匝道。我们这很庆幸啊，这样很大的一个事情没有造成伤亡，蛮庆幸的。事发之后，内坜交流道紧急封闭，北上匝道所有车辆都得往南走，一度出现大塞车。只是五羊高架从开工到现在意外不断，这次断裂原因真得查明，否则就算未来完工通车，用路人也无法安心。东森新闻萧化明、张家慧在桃园报道。